谢谢。代理市长啊，那个郭副局长，还有王理事长啊，他的古监理事长啊，以及我们泡面基地研究协会及台湾基地发展协会的啊各位会员朋友们，大家早。好。今天非常高兴哈、啊，来参加这个桃园基地研究协会哈、啊，他在今年度第一次所举办的基地研究。跟台湾基地发展协会一起合作办理哈、啊，那来到这个蔡理事长的公馆啊，风光明媚哈，那个看到花园，看是每一个人都很羡慕的一个住家环境哈、啊。那我想，不管是人也好，鱼也好，住在这个环境里面啊，真的是怡然天成的哈、啊。那我今天仅代表桃园县蔡理协会哈、啊，预祝你说研究会能够非常圆满成功，好，谢谢。好，谢谢我们黄理事长哈、哦。下一位邀请我们吴前理事长来演讲。蔡理事长，我们的郭副局长，还有我们台湾企业发展协会的吴理事长，我们桃园爱理协会的。王理事长，还有我们大家所有的干部会员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好，非常啊。